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向你向你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在天上的耶和华，创造世界的主，我们也在早晨的时候向你献上虔诚的祷告，愿意你的圣灵在清晨的时候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去投靠你，听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父的名求，阿门。请 Wyman 带我们读诗篇。诗篇143篇7到12节。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心。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
天上有公义有慈爱的神，你的仆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你。主啊，清晨的时候，求你去听我们的声音，求你去听我们心里面的倾心吐意。主啊，我们要用歌声，用你自己的说话去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配得我们众人的赞美和敬拜。主啊，我们虽然疲乏，虽然我们困倦，但是求你不要向我们掩面。主啊，求你在清晨的时候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敬拜你的心。求主你听我们，主啊，亦都帮助我们去聆听你慈爱的说话，因为我们倚靠你。亲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说话里面看到你的心意，并且去遵行你的旨意。因为神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至善至美。主啊，帮助我们用你的说话去亲近你，去敬拜你，去仰望你，让你得着我们的敬拜和颂赞。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列王记下二十章。那阵时，希西家王病到就嚟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是这样讲的，你应该留下你的遗言给你的家人，因为你一定会死，不能够存活。希西家就转念向着墙，向耶和华这样祈祷：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着完全的心，按着诚实行事，又做那些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他还未去到中院，耶和华的说话就临到他，他说：你过去去话给我的民的君希西家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祖先大卫的神是这样说的，我听了你的祈祷，看到你的眼泪，我一定会医治你，到了第三日，你一定会上到耶和华的殿，我会加增你的寿数15年，并且我要救你和这个城去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我自己和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一定会保护这个城。以赛亚就说：应该拿一块无花果的饼来。人就去拿了这块无花果的饼贴在仓上面，希西家王就痊愈了。希西家就问以赛亚说：耶和华一定会医治我，叫我可以到第三日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的兆头呢？以赛亚就说：耶和华一定会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这个就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抑或是要往后退10度呢？希西家就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令到雅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那阵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被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的病痊愈，就送一些书信和礼物给他。希西家听从了使者的说话，就将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母库里面一切的军器，还有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一样东西是隐藏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就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来他讲了些什么？他们在哪里来见你的？希西家王就说：他们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的。以赛亚就说：他们在你家见到些什么？希西家就说：
凡我家里面所有的他们都看了，我的财宝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隐藏不给他们看。以赛亚就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是你家所有的，还有你列祖积蓄到现在的，都会被这个巴比伦去挪去，不会留得一样。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而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去做太监。希西家就对以赛亚说，你说耶和华这些说话非常的好，起码在我的年日里面仍然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去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了在犹大列王记上。希西家和他的列祖同岁，他的儿子马拿西就接续他做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的母亲名叫协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所谓的恶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那些外邦人所做可憎的事。他重新的去建造他父亲希西家所毁坏了的丘坛，又为巴力去筑坛，做阿舍拉像，效法那些以色列王阿哈所做的事，而且去敬拜去侍奉天上的神明，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去建筑那些异邦神的坛。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是这样说，我一定会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马拿西却是在耶和华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去筑坛，而且去烧开火去烧他的儿子献祭，又观兆又用法术，又立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巫师，行一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又在殿里面去立那些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殿，一定会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如果去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会再使到他们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所做的更加的严重。耶和华藉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这样说，因为犹大王马拿西行那些可恶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加严重，使到犹大人拜他们的偶像陷在罪里面。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我一定会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能听见的人都耳鸣。我一定会用那些刑罚撒玛利亚的方法和阿哈家的方法去刑罚耶路撒冷，我一定会洁净耶路撒冷，好像人去擦洗那些盘子，将盘子去倒下来。我一定会弃掉那些所剩余的子民，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到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的物件。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现在，都是成日的去行那些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到犹大人陷在罪里面，又流很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里到那里。马拿西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还有他所犯的恶，都写了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和他列祖同岁，就葬在他自己的公园乌撒的园里面，
他的儿子亚门就接续他做王。亚门登基的时候是22岁，在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执政了2年。他的母亲叫做米舒尼密，是约提巴人哈努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和他的父亲马拿西所做的是一样。他做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就是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了耶和华他的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面杀了他。但是国民就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亚门其余所做的事都写了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他自己的坟墓里面，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约西亚登基的时候是8岁，在耶路撒冷执政了31年。他的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亚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离左右。亲爱主，我们今天看到希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他怎样来到离开了耶和华，并且去重新恢复以往他父亲希西家所拆毁的敬拜的，在殿里面的幽坛，所有的幽坛，并且他在各个的地方去设立了巴力的祭坛，也都有亚舍拉，甚至乎他在神的殿的当中去筑坛，又叫那一些的儿子经过火，又观兆，又用法术，又立交鬼和行巫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筑路耶和华，所有这一切都是远离神你自己。神啊，求你去怜悯，去赦免。特别当我们看到一代父亲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希西家他是一个爱神来的，我们有时候都不明白我们的儿女为什么会走歪了，远离了神。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切切为他们祈祷，你要尽我们的能力将他们带到在神你的面前。主，我今天特别为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儿女，我们的孙儿，或者我们的再后一代来到祈祷。主，我们作为上一代，我们都希望他们行在神你的心意的当中，但我们都知道最终他们是不是行在神你的那个的属灵的道路上，都是要他自己的回应。神，我都为到一些已经是离开了你，为到一些没有在神你的道来到去持续去遵守的下一代来到祈祷。嗯，求神你叫他们回转，求神你感动他们，就算他们落在百般的境况的当中，落在怎样远离你的情况底下，我们深信神你的恩典是够用。求你叫我们作为上一代，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去内心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守望，愿意有朝一日见到他们的回转。神，我们也都尽忠的来到将你所托付给我们，我们去侍奉你，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父之名求。Amen. 阿门。使徒行传21:17-36，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议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明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遭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利人进殿，污秽了我这圣地，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合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百个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失去主地位面前，继续心存感恩的心去阅读你的话语，去回顾保罗他一生忠心的去服侍你，去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地方。今日睇到有一啲从亚西亚嚟嘅犹太人，点样嘅嚟到去攻击保罗，攻击保罗去毁掉佢哋所一路遵从嘅，佢哋以为可以拯救佢哋嘅律法。神啊，我哋睇到人嘅心系好顽固，我哋睇唔到佢哋嗰种愿意谦卑。同埋柔和嘅心去接受主耶稣你自己为佢哋嘅摆上，你为佢哋嘅牺牲。佢哋用咗律法，用咗宗教，成为咗佢哋嘅神。但系主，我哋感谢你，藉住保罗佢嘅摆上，佢个至死忠心，有好多嘅外邦人能够得闻福音。亦都有那些愿意去开放心灵的犹太人去被改造，去被徒造，亦都能够去接受这个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罗的委身，感谢你保罗的忠心。我们看到神啊，我们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很多人的拒绝，但是我们需要惧怕，因为神你一定同我哋同在。其实我哋见到上万人
是悔改过来去跟随这个福音，我们就献上多谢，献上感恩。然而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请威文教我们读箴言。箴言十八章九至十节：做工卸台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二人奔入便得安稳。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说话提醒我们，我们要去殷勤来到做工，如果不是我们成为了一个浪费生命的人。神啊，你托付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各方面的事情上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去将你所托付我们去发挥，我们去建立神你自己的国度，包括了在我们工作的时间，包括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包括了在所有的资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你都希望我们好好地到去发挥，也都包括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位份，我们这个的呼召。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基督你呼召，就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之中。神就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条的天路上面，我们去不断去跟从顺从天父你的呼召，我们不要去浪费，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我们要殷勤做主你所喜悦的工，我们将这个救恩来到同身边的人来到分享。唯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工作来到交上，求神你叫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亦都我们记住耶和华你的名就是坚固的台阶。所有的义人，所有相信你的人，我们必定能够是站立得稳。为到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所记挂的香港，很多我们的原居地，我们的家，我们见到一个的新的国安法立法之后，市民即是那个的回应，很多的抗议抗争，也都有一些违法的事情出现了，包括了有警员受伤。神啊，求你去纪念，求你去怜悯，为到我们众人众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些的情况，我知道也都会有各种的情绪，各种的反应，求神你的恩典临在，叫我们知道怎样去站立得稳。你就是我们的坚固的台阶，主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思想一段经文，一息间请威文带我们结束祈祷。请威文带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当得配得赞美的。Amen。 因为你创造了宇宙，你是全地唯一的王。Amen。 上的万国万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Yes。 我们要献上感谢，感谢你因为爱我们，在每天清晨的时候赐下我们这样的机会，通过你勤勉忠心的仆人，我们的乃牧师和师母，我们得以在每天清晨美好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有你与你亲近的时间，聆听你的话语，
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每日所需的力量，为这些事献上感恩。感谢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要多谢你特别的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大有怜悯的心。我们看到希西家，他因为病得要死，痛哭，他就向耶和华祈求。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是特别的怜悯那些感软弱的，单单仰望你的，你是从这件事，我们要再次提醒自己，我们真的要避免骄傲，我们习谦卑温柔顺服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不论是要去上班的，或者在家中的，要照顾儿女的，或者退了休的，又退休生活的等等，他们在地上今天一天的脚步，我们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祈祷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